下一条消息是大湾区艺术首秀国际珠宝展，还有呢就是香港的贸发局就指出，珠宝界普遍对前景持中性和正面态度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千世界就谈一谈在香港的珠宝展。香港的珠宝展真的是精彩纷呈，那么有钱的可以去买买买，没钱的可以去看看看。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，经济不太景气，估计买的人比以前要少得多。好了，广告之后。